各位好，我是汤尼大叔，欢迎来到科技生活风。来到下半年了哈，各家手机大厂的新旗舰机开始纷纷推出了。相信各位新粉呢，引颈期盼的就是在今年8月11号的三星发表会。今年三星看起来采取了全新的策略哈，推出了新一代的折叠机 Galaxy Z Fold 3 5G 以及 Galaxy Z Flip 3 5G 哈。穿戴装置上面则是推出了 Galaxy Watch 4系列，还有时隔半年呢，又再次推出了新一代的耳机 Galaxy Buds 2。今天这集啊，大叔就要先针对此次的新品重点折叠手机来分享我的使用体验与心得。这次 Galaxy Z Fold 3 5G 哦，共推出了三个颜色：幻影黑、冷杉绿，还有钛灰银。这次的系列中哦，有两款是比较沉稳的暗色系，那另一款钛灰银呢，则保有粉色渐变的活泼感哦。三款颜色中，我个人觉得冷杉绿这个色调非常特别，雾面中又带着低调的墨绿色，市面上很少看到有这样的颜色哈，相当有质感，我非常喜欢。至于手感方面呢，不同于上一代，这一次的 Galaxy Z Fold 3 5G 将萤幕边缘的圆角设计改为直角哈。再来哈，大家最关心折叠机的萤幕会不会因为经常折叠而有太脆弱的疑虑哦？这一次 Galaxy Z Fold 3 5G 机身采用轻巧但是坚固的 Armor 铝合金，再加上康宁大猩猩的 Victus 玻璃哦，是非常防刮的，而且比较耐碰撞。萤幕提升了 80% 的耐用度，所以虽然机身变薄了，可是耐用度却是大幅提升的哦。还有汤尼大叔认为，此次 Galaxy Z Fold 3 5G 技术最大的突破就是全机有了 IPX8 的防水等级哈，有转轴结构，还能够做到防水，并且提升到可支援水下 1.5 公尺、30分钟的入水等级。三星不断突破新技术这一点啊，大叔真的要大力的赞赏。其他的规格像 Galaxy Z Fold 3 5G 支援了双卡槽，不过要提醒各位哈，没有支援记忆卡的扩充啊。那主镜头模组从以前高调突出的大方块变成了低调利落的长形模组。至于镜头的表现如何啊，晚一点再跟大家说明。接着来看萤幕本身呢，封面萤幕搭载了一块 6.2 寸 24.5:9 的 Dynamic AMOLED 2X 萤幕啊。特别的是啊，这次封面萤幕有了 120Hz 的更新率哦。120Hz 真的是用过就回不去了。前一代的两块萤幕因为更新率的不同嘛，会造成使用上的落差。这次三星修正后，两块萤幕都是 120Hz 的更新率，切换手机时一致性的流畅感真的是相当不错啊。打开这个 Galaxy Z Fold 3 5G 就是超大的 7.6 寸萤幕，同样也是采用了 Dynamic AMOLED 2X 的萤幕。这个萤幕是三星的顶级面板了啊，这个鲜艳饱满的发色大大提升了视觉感的享受。 Galaxy Z Fold 3 5G 大幅优化了萤幕跟 App 的显示问题啊。我拿 IG 举例，我们用这个内萤幕观看的时候啊，预设比例是 16:9， 萤幕两侧你可以看到明显的空白啊，这时可以利用自定应用程式长宽比的功能将 App 调整为满版，会让你带来全新的体验感觉。7.6 寸的大萤幕搭配双喇叭，不管是观看影片啦，或者是玩手游啊，感觉都会相当不错。讲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好奇折叠手机和平板的差别哈。萤晚大萤幕与轻便的功能基本上是两条平行线，而三星透过折叠技术同时满足了大萤幕及方便携带的特性，制作出第一代的 Fold， 这可以算是引起新技术的革命哈，让各家厂商也开始纷纷投入这个折叠机的市场。而三星发展到第三代，在多功处理的应用上面是越来越成熟咯。Galaxy Z Fold 3 5G 在大萤幕的运用上面是更加方便了。搭配三星招牌的侧边工作窗，用拖拉的方式让 7.6 寸的大萤幕可以处理多个视窗。你可以一边看影片一边 Google， 或者是一边视讯一边做笔记，增进了不少的使用效率。此外这次三星也修改了单层选单的使用逻辑哈。以往你在手机上要先点开选单才能够看到下一页的内容，现在则是你是左边选单，右边就直接显示内容了哈。那增加了阅读的及时性，你也能容纳的不止两个视窗，同时还可以开到三个视窗，让这个大萤幕处理多功更加有效率。再来这次三星将经典的 S Pen 触控笔功能引进到 Galaxy Z Fold 3 5G 手机上。这个是大家翘盼许久的组合哈。三星增强了萤幕的耐刮程度，又克服了转轴处连接书写的难题，推出了 S Pen 更加柔软的笔尖设计，让书写时的压力不会造成萤幕的负担。
用大萤幕阅读并用 S Pen 做笔记的功能非常实用哦。现在常常会需要远端视讯嘛，有 S Pen 真的帮了不少忙。如果本身是三星的爱用者，建议购买 S Pen Pro， 可以用在手机的 Note 系列以及 S21 Ultra。还有可以支援 S Pen 的三星平板上，这样会更加的实用哈。这边也要提醒大家哈，由于 Galaxy Z Fold 3 5G 的机身空间有限哈，并没有多余的空间可以容纳 S Pen， 所以 S Pen 本身虽然有保护套，但是如果你要跟手机一起收纳的话，要另外购买专属的保护壳。好，再来谈谈相机的部分哈，还记得 Fold 2内萤幕那颗显眼的挖孔镜头吗？这次三星呢采用了 UDC 萤幕下镜头。透过减少镜头区域的萤幕像素密度，让镜头隐身在这个淡色的背景下哈。我个人使用内萤幕观看影片时哦，基本上是感觉不到这个镜头的存在的，画面的视野更辽阔啊。7.6 寸的全萤幕真的非常震撼。这颗镜头画素约400万哈，在视讯上是够用的，但是建议啊，如果你真的要自拍，那还是用1000万画素的封面镜头来拍摄，或者使用主镜头来拍摄。会比较满意。Galaxy Z Fold 3 5G 这次背后是1200万画素的三镜头，包含主镜头、超广角还有两倍长焦镜头哈。主镜头跟长焦都有 OIS， 再加上康宁的 DX 系列的玻璃保护哈。封面萤幕则有1000万像素的自拍镜头，拍照效果这个成型三星一贯的鲜艳色调十分讨喜啊。Galaxy Z Fold 3 5G 折叠功能，再加上多组镜头，可以用内萤幕镜头视讯自拍，也可以将手机折成90度哦，作为拍摄的支架。接下来话不多说，以下就是用 Galaxy Z Fold 3 5G 实拍的结果，供大家参考。最后跟大家聊聊效能啊。Galaxy Z Fold 3 5G 采用的是 Snapdragon 888哈，搭配12G 加 256G 及 12G 加 512G 的两种版本啊。电量的部分是4400毫安时，经我们实测的结果，这个续航时间跟上一代差不多。充饱电后啊，你来观看 Netflix 一小时大概会用掉 10% 的电哈。4400毫安时的续航对于日常生活所需是绰绰有余的。在充电方面，支援了25瓦快充、10瓦的无线充电，也能够反向充电哈。总体而言 ，Galaxy Z Fold 3 5G 整体维持了三星旗舰机的特色，又有大幅升级的使用体验。好，再来看看啊，这次三星全新推出的上下折叠机 Galaxy Z Fold 3 5G， 全区有 6.7 寸，那是一般旗舰机的大小，但是折叠起来之后，变成了能一手掌握的 4.2 寸的手机哈。这次三星推出了丝绒白、幻影黑、石墨绿及日落紫四种颜色，采用最近很流行的撞色设计。材质方面则是将前一代的雾面改成了亮面手感，活泼又缤纷的色彩，就像是精致的小粉饼盒，应该会受到很多年轻女性的喜爱。相较上一代哦 ，Galaxy Z Flip 3 5G 的这个外萤幕变大了哈，那镜头采上下排列，镜头的边框则是缩减了，增加整体的一致性。机身边框从弧形改成直边，一样是侧边实体的指纹辨识哈。整体的机身简约利落 ，Galaxy Z Flip 3 5G 机身同样采用了 ARM 的铝合金，好，再配上康宁大猩猩的 Victus 玻璃 ，IPX8 的防水等级，内萤幕也大幅提升了80%的耐用性。最大亮度的峰值也达到1200尼特。这个上下折叠手机哦，透过折叠的技术，让使用者能够更轻便的携带，也可以轻易的放入女生的随身小包。外出运动时啊，你也可以轻松的放入口袋。我还要特别强调哈，这次三星将外萤幕升级到 1.9 寸的大小，透过外萤幕，你不用掀开也能够点选音乐，直接接电话或者是当拍照的取景窗啊。当然了，外萤幕 App 也可以依自己的使用习惯做调整。Galaxy Z Flip 3 5G 让外萤幕帮你处理最及时的讯息，内萤幕来当作娱乐放松时使用。内萤幕的部分呢，采用 Dynamic AMOLED 2X 柔性面板哈，同样也支援120Hz 的更新率。Galaxy Z Flip 3 5G 折叠功能呢，也支援双萤幕分割，利用这个三星侧边的工作窗放入不同的 App， 你可以一边看地图一边回讯息，或者是你一边查 Google 一边看 Netflix， 有多种的组合方式可以运用哈。你也可以把常用的组合这个存起来，下次就能够及时的打开。跟 Galaxy Z Fold 3 5G 一样哈，在手机合上的状态下操作 App，
在立刻展开手机的状态下，也能够流畅的切换至该有的应用程式，这样非常方便哦。最后是相机的部分哈 ，Galaxy Z Flip 3 5G 采用了1200万像素的主镜头及超广角镜头哈，这同样支援 OIS 光学防守阵，你也能够透过外萤幕自拍，而内萤幕则是采用1000万的自拍镜头，主镜头同样覆盖康宁的 D 差玻璃哈。这个拍照时啊，下半身的机身也可以变成支架，折起来放在桌上自拍哈。这个萤幕的上半部显示取景，下半部则为控制跟快门。以下是 Galaxy Z Flip 3 5G 的实拍照片，供大家参考。效能上也是搭载 Snapdragon 888，搭配 8G 的 RAM 哈，电池容量则是3300毫安时，充饱电后用来观看 Netflix 一小时，大约会用到11%的电量，续航表现还可以哈。好，综合这两只手机哦，我们实际体验下来 ，Galaxy Z Fold 3 5G 对我而言是相当实用的，尤其是加了 S Pen 之后啊，我在日常商务的使用上面方便了不少。7.6寸的视觉体验上也非常的震撼哈。如果硬要挑毛病哈，就是这个 Galaxy Z Fold 3 5G 哦，重量是271克。其实有点重量哈，但是还是因人而异啦哈，这个还在我可以接受的范围。而 Galaxy Z Flip 3 5G 啊，在携带上面是非常轻巧的哈，尤其是女生的包包很小，有时候手机太大会放不进去，那有了这款手机，你折叠一下，这个就可以很小巧的收入包包里面，你放入取出都会变得很方便，不占位置。唯一有点遗憾的哈，就是 Galaxy Z Flip 3 5G 的电量比较小啊，不过可以针对60Hz、120Hz 的萤幕的更新率做调整，也能够节省一些用电量哈。另外啊，这个 Galaxy Z Fold 3 5G 跟 Galaxy Z Flip 3 5G 啊，经过机构的严格测试，可耐开合达20万次，非常耐用哈，这点也让人十分放心。好，再来到大家最关心的售价部分哦，这次折叠全系列因为技术慢慢成熟了哈，价格也亲民了许多。Galaxy Z Fold 3 5G 256G 的版本价格约在56888元，512G 的版本价格约是59888元， Galaxy Z Flip 3 5G 128G 的版本价格是30888元，256G 的版本价格是32888元。如此一来啊，我想会有更多的消费者能够了解折叠手机的魅力，大叔我期待折叠手机市场成熟的到来。最后，对这两款手机有兴趣还在观望的朋友，可以透过三星的新机7天免费试用，将旗舰折叠手机、智慧型手表、真无线蓝牙耳机整套接回家，体验一次到位哈。购买折叠手机，三星还提供了旗舰礼遇哈，点击资讯栏下方的网址可以了解详细的活动办法。好了，今天的节目内容就到这了，还有想看大叔分享什么产品，记得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也别忘了订阅按赞，喜欢今天的内容也别忘了分享哦。我是汤尼大叔，我们下次见。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就能第一时间收看我们的新片。